男生女生向前冲，城市之名，荣誉之战。今天亚洲一号迎来两座千年古都，古都西安与古都郑州，有备而来的两大古都战队，谁在队垒中更胜一筹？加油！哎，姑娘，哎，姑娘，哎，姑娘。你是不是想学这个空翻呢？哎呦，大哥你脸还好吗？哎，准备一下，能上去吗？可以吗？可以吗？再这就晕了。哇，好顽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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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上去吗？糟糕，他没有抓到木桩子。很聪明哎，用脚蹬一下后面的那个平台。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是活力时尚的舞蹈团体，还是功不了得的空翻团体？谁能在亚洲一号表现得更出色？谁将成为新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新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2015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宣九，男生女生向前冲，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各位中午好，我是乐乐。大家好，我是百慧。问候各位，我是白宇。大家好，我是韩露。大家好，我是鹏飞。中午好，我是吴言。本节目要特别感谢连续四年畅销的宣九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当然我们还要感谢冰箱还是变频好，变频冰箱领导品牌美菱为我们提供的奖品。如果您通过第五关将获得美菱冰箱提供的美菱电风扇一台，通过第六关将获得美菱冰箱提供的价值899元的美菱冰柜一台，通过第七关将获得美菱冰箱提供的价值1599元的美菱洗衣机一台。如果您可以成功的到达我们的终点高台，将获得变频冰箱领导品牌美菱提供的价值3500元的美菱冰箱一台。风火燃冬，热动全城，感谢特步带来非一般的冲关体验。本栏目指定服装由特步独家赞助，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本栏目指定饮品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祝您勇攀高峰。另外要告诉大家，除了来到亚洲一号现场体验之外，你也可以选择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同名手机游戏，只要登录360手机游戏大厅或者苹果应用商店下载，即可在手机上享受冲关带来的刺激与清凉。当然了，如果你来到亚洲一号，就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如果你通过第一关第二关，将获得没水就是六月梅的溜溜果园提供了大礼包一份，由动力朝向前特步提供了精美礼品一份。如果你通过第三关第四关，将获得没事就是溜溜梅的溜溜果园提供了大礼包一份，由动力朝向前特步提供的时尚背包一个。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卫王保驾护航，同时安徽网络电视台 IO 手机客户端也同样欢迎您加入亚洲一号。是的，今天将继续我们的城市对抗赛，今天要对阵的两座城市分别是西安和郑州。是是的，要说到西安就厉害了哈，在古代的时候呢，被称之为长安，而且是世界历史四大古城，是中国四大古城之首。人家在郑州也厉害，郑州也是中国著名的古城，人家在
商朝的时候那也是著名的都城、嗯、没错，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郑州这个地方呢、嗯、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也是称为中原地区，谁能够称霸中原就能够称霸世界。 对， 对， 对，所以今天到底谁能够称霸呢？谁能够称霸亚洲一号呢、嗯、是的，是我们的郑州还是西安？让我们来问一问两边的冲客。首先西安的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OK， 接下来郑州同学，你们有信心吗？有。好的，两边的冲客们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间。来到古都西安，你会发现西安的美并不能用磅礴的气势和宏伟的建筑来概括它。作为秦中自古帝王州的古都西安，它的美的的确确处处都透着贵族帝王的气质。当男生女生向前冲小分队来到于此，也被这座古老而神奇的城市所吸引。男生女生向前冲，西安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西安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我来了！西安加油！西安加油！西安加油！二七广场，我们聊。郑州地处中华腹地，九州之中，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郑州。绿城、商都、二七纪念塔、烩面等等，这些没有人能否认它的大气、兼容包病和舒适惬意。但当你真正来到这里，融入其中，便会发现这正体现了郑州的繁荣、凝聚与质朴。郑州加油！郑州加油！郑州加油！加油！加油！郑州加油！今天这两座城市集结的战队在亚洲一号上相遇，谁会成为新的王者之师？让我们共同期待。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新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2015第七季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圈九，男生女生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连续4年创造的圈九独家冠名播出。在这里我们感谢冰箱还是变频好，变频冰箱领导品牌美菱，我们提供奖品。如果您通过了第五关将获得美菱冰箱，我们提供的美菱电风扇一台；通过第六关将获得美菱冰箱，我们提供的价值899元的美菱冰柜一台；通过第七关将获得美菱冰箱，我们提供的价值1599元的美菱洗衣机一台。如果您能够顺利登顶站上高台，送给您的是变频冰箱领导品牌美菱为我们提供的价值3500元的美菱冰箱一台。好，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啊，来自这两个地方的冲客们谁更厉害一点了。好嘞，有请率先出场的两位女冲客，来欢迎他们。好好，欢迎二位。从他们两位，哎呀，这两位像一家人一样，来。刚出场就发生交通事故了。好，给我们用西安话介绍一下西安当地的小吃可以吗？西安著名的小吃有，凉皮儿、肉夹馍，还有凉拌面，还有羊肉泡馍。都是我特别爱吃的，是，就是以面食为主啊。而且好像西安有一条回民街，对吧？哦，对，那里面这些吃的都能找到，是吧？对，而且全是地地道道的。对，特别正宗。在郑州这边呢？郑州这边呢？你们这边有什么好吃的？给大家介绍介绍。俺这边好吃的比较多，像河南烩面，郑州烩面大家都知道，还有胡辣汤，台湾那儿特色罗摩卷菜，大家可以尝尝。那两位今天那么高兴，不知道谁可以站上高台，真正的高兴一把。是，谁先来？接下来我们郑州的这位朋友先来啊，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城市对战郑州队，请听口令。3, 2, 1 go！ 好，一定要跑起来啊！来，第二关动感弹床，对高抬脚，没错，好的，控制住。好的，非常的顺利，来到第三关，如影随形。
合他学的专业。哎，我刚刚夸你，你这是干啥呀？再来一次，他重新出发了。你不要扶他啊，千万别扶他。对他这个，他的专业对于这个专业对于这个专业对于这个高度来说，应该问题不大。他是跳高专业，对不对？对。好的。其实他一直在收敛，他怕一旦跳高，直接跳到高台上去。你说那是孙悟空。好的，来到了第五关，乾坤大挪移。我们一直在高台苦苦的等待，看看你有哪一位英雄人物可以将我们现在哎，这话音未落就让我是出了一身冷汗。现在这个造型也是我在第五关很少看到过的，要趴下来，对，哎，他现在换成侧躺了，秀身材要有个度，赶紧回来。来，他的身高比较高，在第五关相对来说呢有优势也有劣势了。你的身体块头比较大的话，你的这个动作的幅度啊和频率就会比相对来说个子矮一些的人要慢。但是你腿长的话，两个平台之间的距离对你来说的话难度就小一点呢。怎么说，各有利弊嘛。因为说到运动这一块，我比较有发言权了。比如说，现在美国的短跑名家加特林，他的身高就比较矮，他的步幅速率非常非常快。是的，也再次跟中间主持人强调一下，如果他登顶的话呢，将会打破亚洲一号登顶的最高纪录。是的，目前是1.91米，如果他登顶的话，纪录将被刷新为1.95米。来，加油！这是第一关，动力双方也非常轻松。第八关对于大长腿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亚洲一号，我们的登顶的最高身高被刷新为新纪录1.95米。好的，我现在已经可以确认了，打破僵局的就是你了。来，加油加油！来，哎，小心，手稍微松一点，稍微松一点，往后退两步，你在这个位置很难站起来。来，加油。看来前七关的体力上也是耗费了很多，来加油，最后起步，来吧！恭喜！恭喜！有没有什么要跟大江湖老说的？谢谢所有关注我的，包括我女朋友。我女朋友来到现场了吗？她在看，等着看直播呢。刚好女朋友这个时候在看电视，你赶紧对女朋友说说你此刻心里最想对她说的话。卢佳，我娶你。这你之前有跟他说过你要娶他吗？没有。这算是求婚吗？我觉得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来个单膝下跪来说这段话可能更有说服力。哎，拿着你的英雄奖杯说怎么样？怎么样？来，没问题，我们的英雄奖杯送给你。来来来，跟女朋友说说。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求婚的现场，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我能先跪那儿吗？可以。可请。4年了，我一直干专业训练，谢谢你等我，我爱你，嫁给我吧。好浪漫啊！正常的情况求婚都是拿着戒指，但是我觉得拿着我们的城市对抗赛的这个奖杯跟女朋友求婚也是一个不错的感觉，特别有气势啊。是，好，接下来让代表着城市荣耀的城市名牌放到郑州的英雄榜上，恭喜郑州目前3-2领先，恭喜。接下来我们还要送上一份希望是你们的新婚礼物了，由便利冰箱领导品牌美菱提供的价值3500元的美菱冰箱一台，恭喜恭喜啦。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喝红牛畅享胜利时刻。本环节由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独家呈现。那份感动，把这份快乐留在心中。Everybody 向前冲，让我们去勇敢追梦。记得那份激动，记得那份感动在心中。Yeah。Put your hand in the air， 大步向前，我的天还没发现，我就成了中间。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可以扳平比分吗？应该可以吧。
天啊？什么？什么？掉水不丑了，行了。掉水不丑就行了啊？要求多低啊？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花美男，男生女生向前冲，西安战队，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这就是花美男嘛，入水就要美美的。哎呀，很美，很美啊！很美，很犯规了，犯规了。很美，犯规也很美的，很美的。你一定要说美，这样他才有信心来到终点高台。好的，你真美，加油，你可以的。哎呀，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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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啊，露水也美美的。美了美了美了，哎，这是自己跳下去的是吗？城市对战西安郑州第四轮，最后一轮的较量，两支战队的冲客信心满满，可是上了赛道却是失误频频。来，小心小心！小心啊、哎，好顽强，好顽强，好顽强！哎呀呀呀呀呀呀！最终，郑州战队的小伙子拿下了至关重要的一分。也就是依靠这一分帮助郑州战队取得本场的胜利，虽然西安战队以一分之差惜败，但是他们团结拼搏、奋勇向前的精神还是值得鼓励。在下一轮的对抗当中，来自特步的合肥、厦门两支战队已经集结待发，他们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精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您说再见了，再见！我们要特别感谢连续四年畅销的宣酒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同时还要感谢美丽电风扇、美丽冰箱、美丽机器、美丽冰箱，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的红牛动力桥向前的特步，没事就吃溜溜，没事五三六零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是的，在这里我们感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为我们保驾护航，谢谢。也欢迎电视机前您通过阿优手机客户端或是发送短信到10660122688提出意见和点评。这是一个挑战自我的舞台，只要您年满18周岁，那就加入我们。所以要记住，明天同时间锁定安徽省全国收视冠军冲冠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